哇！ 发现一条傻狗哎， 还活着啊， 傻狗， 我是铲屎官， 傻狗， 我是铲屎官， 铲屎官。 当你喊你家猫时， 然后叫它握手， 来， 握手。 最后你再确认一下你是不是猫。恭喜捡到条。对不起老婆，我不应该耍小脾气惹你生气。如果你还在的话，这个生好吗？我还爱你，可是你把我删了，我找不到你的，我只能通过发抖音来找你。哦，碎兔万都可以随便撸随便吸， 只要你愿意，若虎虎香香的猫咪。狼怎么叫啊？狼怎么叫啊？你再给妈学一个。叫的真好听。 再叫一个。干啥呀？啊？问啥呀？哎哎哎哎哎！不是你干嘛？ 我干好事去了，我干正儿八经的事去了，我接生去了，揍你啊！好了好了。<笑> 出门啦，我说。要不减肥？问我妈没？你看看你。要不让我帮你穿衣服？因为是假男的。我心丑，你说我胖？这是假娘养。你不出门，我出门啦，我不睬你了。我走了。我走了，我自己出去玩了。我不回来了。我不怕。哎，我不回来了。听到懂吗？我不回来了。地球上总共有16种猪，包括生活在非洲的这种长相奇丑的猪。 李明，要不要和爸爸一起睡觉？床上很暖和的，你来了，快进来。哎，好冷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躺好了吗？躺好啊。转身离开，用着说不出来。好想每天都在你左右，让你感受我的温柔。 天长地久，这种话不需要说，这一刻我爱你就足够。我只想做你的太阳，你的太阳。<音乐>
化作小星星，海洋里放光明，闪不闪烁都是你今天。Merry Christmas。不坐电梯，不坐电梯，接着走。没带电梯卡，快走。来，走吧。走，没事，不累啊。不累，马上到了，还有十多层，快，快上。再上一层坐电梯，行不行？快走，快走。上，你就锻炼锻炼吧，那么胖。再上一层，再上一层，再坐电梯，行不行？哎，没带电梯卡。再上一层，上吧，上吧。啊，我抱你去呀，我抱你啊。干嘛窝？嗯。有一只粘人的短腿猫是什么感受？我想这是心里的定律。不玩，不玩，不玩，不玩。给我好好按，听见没？不给我好好按，我今天就打你。我用点劲儿，快点儿。干啥呢？是小鱼干的劲儿呢？女孩，我的故事因为你而展开，为你学会忍耐，为你坏习惯我都改。女孩，不想看你受一样的伤害，所以学会